好，来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来讲解的是原子的结构与电阶。原子的结构呢，它是电子组织，弱小。然后它是由四个量子数来决定结构。原子是由原子核与围绕原子核外的电子所组成。原子核由质子与中子组成。原子中电子与质子数目相等，呈电中性。然后现在讲原子序，元素的原子序等于原子中的电子数或质子数。原子量呢，就是一摩尔原子的重量，它的单位是这两个。同位素呢，就是相同的元素具有不同的中子数。然后接下来讲电子结构的记法，这个地方是核，最多只有两个电子。然后接下来讲量子数，主量子数。n 能量的主要决定因素，就量子数，它是决定轨角动量。然后此量子数是角动量在空间的方向。自旋量子数就是ms 等于，如果是正的二分之一，它就是正自转；如果是等于负二分之一的话，就是逆自转。然后电子组态的记法在这里，顺序。然后电子能级的分布模式，
然后你看，电子结构的化学性质 ，sp 能级，原子价呢？原子价呢？它是指一种原子与其他元素化合的能力，由最外层的则化 sp 能级中的电子数决定。像 Na 它最后是一，那它的原子价就是一。3s 等于二，它的原子价就是二。3s 平方，3s 的二两个，然后3p 一个，那原子价它就是三。然后原子的稳定性，所有的原子都倾向于其外层的 sp 能级均填满的状态。惰性，最外层 sp 能级电子是填满的， s 原子价数就是零。例如氢气，例如氩气，那正电性的话就是很容易失去一个电子，有很强的正电性。负电性的话，容易得到一个电子，具有负电性。离子键结，钠易失去一个电子而形成钠离子二。而形成钠离子，而氯亦获得一个电子而形成氯离子。钠离子与氯离子之间产生库仑吸引力而形成离子键。离子键是脆性的。导电性的话，在电场作用下移动困难，导电性差。公交键结就是没有固定，打是有固定的方向。金属键的话，金属元素易失去自己的价电子，形成一个围绕正电子的电子架，电子云。离子与电子云间的静电引力，范德瓦尔键结就是属于次要键结，氢键。接下来讲原子间的距离。库仑引力的公式，录像，这是库仑引力的公式。然后电子排斥力的公式，冷井运生的话，高熔点、高弹性系数及低热膨胀系数，能量预选低熔点、低弹性系数还有高热膨胀系数。那我的课就先讲到这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